厮杀前一夜，首尔站，揭开尸变序幕。香港史上最卖座韩片《厮杀列车前传》，强势登陆首尔站，面前尸变止于首尔。《厮杀列车》导演震撼力作。两个人从你手里的红丝带到公共咖啡带。我在现场都是假的哦。都还蛮爽，很慢慢就要杀完你吧。厮杀前传首尔站，9月22日极速尸变。